呢一次你嘅任务就系救人。由我第一日加入短枪队开始，我冇谂过有命出翻嚟。如果有一日我真系出咗咩事，我一定唔会连累你哋嘅，你亦都唔好为我难过。 黄昏之前一定要带佢嚟避风塘。冇线分水陆两条，公线咧，牛池湾。矛盾先生嘅事，我一定会帮你。好啊，你胜利先翻嚟啊吓，翻嚟执尸。